您请欣赏。名曲欣赏的听众朋友们，您晚上好，很高兴又在空中和您见面了。今晚要为您介绍一个很特殊的节目，是由学员部玉关班同学汤东周的吉他演奏。汤同学他的古典吉他弹得非常的好，我们以下就为您介绍他的曲子以及他自己的乐曲解说。Thank you.
曲欣赏的朋友大家好，刚才为你弹奏的两首曲子，一首是索尔的 A 大调小步舞曲，另外一首是桂河大桥进行曲。小步舞曲源于法国的缓慢舞曲，作者索尔有吉他贝多芬之称，作品充满了古典的高雅气息。这首 A 大调小步舞曲中有华丽的爬音奏法。第二首桂河大桥进行曲由台湾早期的吉他前辈洪东福先生所改编，我在本曲中的演奏稍作修改，曾经请问过他的意见，他表示还不错了。接下来为您介绍的三首曲子，第一首是罗莉安娜记曲，由意大利吉他之父莫扎尼所作的，曲子由一般主题及两段变奏所构成。梦中之鸟乃是改编自理查克莱德曼钢琴演奏曲中的曲目，改编者是叶敬才先生。由钢琴曲改编成吉他曲通常是不容易的，但如果能够充分地发挥吉他的特色，有时候能够做得比钢琴还要更优秀的演奏。吉他的音域不如钢琴来得广，技巧、装饰、奏法也各有特色，这是改编者所必须注意的。第三首是大家所熟悉的《归来吧，苏联多》。Thank you.
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两首小步舞曲。第一首是由法国作曲家拉摩所作，其实这首曲子是由两首小步舞曲所构成的。这一部分是D大调，第二部分是D小调，只是一般演奏家通常把这两首小步舞曲合起来演奏，被一般人误认为有转调性的一首小步舞曲。作者是法国作曲家，跟巴哈约在同一个时期，由本曲可以听出巴洛克时期的曲风。第二首为索尔所作的，为D大调，是索尔小步舞曲中最有名的一首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欣赏汤东周同学的吉他演奏曲。
为您弹奏的是《传说》，为西班牙作曲家厄尔班尼斯所作的钢琴曲的改编曲。曲中快速的爬音对演奏者是一大的考验。作者阿尔班尼斯为近代西班牙重要的作曲家，此曲乃是其所作西班牙组曲中的一曲，经过改编成吉他曲以后，成为吉他演奏会上不可缺少的曲目。阿尔班尼斯听过吉他演奏后曾表示比原曲更为优秀。接下来为您介绍的两首曲子是《泪》和《阿尔罕布拉的回忆》，是由西班牙吉他之父泰雷加所作的。《泪》的描写并非描写悲哀的事，而是描写天真小孩子流泪所想出的声音。《阿尔罕布拉的回忆》被誉为泰雷加杰作中的杰作，以颤音贯穿全曲。由于西班牙在中世纪的时候曾经被阿拉伯人统治过四五百年，境内遗留有许多回教建筑，阿尔罕布拉宫是其中的最有名的一座。作者来此地之后便写下这首曲子，颇有怀古思乡之情。
听听汤同学下面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吉他演奏曲。接下来为你弹奏的曲子是国内早期的著名吉他家吕昭贤先生所作的《故乡》。这首曲子充满了中国风味，写出作者对故乡的怀念之情。继续为您介绍弗拉门戈伦巴舞曲。弗拉门戈舞曲源于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的地方。刚才说过，西班牙曾受回教徒统治400-500年，尤其在南部地方居住的阿拉伯人和吉普赛人带来的东方音乐，使得弗拉门戈音乐充满着异国情调。弗拉门戈音乐通常是讲求歌舞吉他三位一体，将观众听众的情绪带到沸点，然后戛然而止，请大家欣赏。
快的，节目时间又要到了。最后以一首汤同学自己改编的瑶族曲作为今天节目的最后，祝您晚安，明天同时间空中再会。Thank you.